哦，那哎，那个那，那个新闻回来哈，现在是典型诈骗的事，该过做呀！我那就只那些毛毛长，不老讲光头的烂文王啊！一种那就是开用过的轻型白那我，哎，我做啊，懂你个题，我老娘不相信。你说光那个事啊，只要是能买糖就不错呢。啊，我和说要起很贵重的电话，拍定了几多火箭啊，错别莫相信。我怎么可能去相信人呢？那是我。哎呀，到就算是安尼到，啊，大佬个时间大佬拍定去了几多火箭啊，咩啊，这紧张死啊！这个东西讲那个都全部莫相信。杨杨红了，唔对呀，哎，蒙起咋，真是人家都拍定了去了啦？蒙起咋？系啊，伢刀，你做么打？咪蒙起咋来手机咪就唔记得咋，哈？你帮到是哪个？你就手机就响我，我就接听啊。我说哪个就打？搿是人家刀，大刀靠朋友出差，迄个我的贼囝，好心个钱全部掏进个白白，你就叫我啦。啊，火烧船硬，过去也订好个，你只好无机票等啦。你都相信啊？我遐伊打到叫死个白哩，你我个听得几声，个人家刀真是白白个哩。你个白板也免叫死板，这明眼就是都光了了哇！你都该回去啊！我东西一打到遐跌起跌落，我就买啊，出门可回去哇！六米个，这是哪子呢？你该回去。我手头了毛钱，我就给了点卡去，现在该回商场硬过去。六个给做证呢？了，你看得了毛钱，我就怎光硬尿去都要出来商场硬回不离呀？那边就冇回我。啊，很是我知啊，冇把我卡袋个，即系老件事嘅广流啊，我懂个字啊，哎呀。不过啊，吼，啊，既然叫老件，何在了解咩？何在来定位？就说明你我是有一定手段。是。我是叫来敲门我吹啊。不一样。咪说只可能我有去啊。老婆大爹，听我叫我来银行把爹卡还改掉，哎呀，拆了。好，我啊，我明白。哎，还是俺老婆大爹哩。眼看你车子啊，却无冒损失，十五元个三角，这空了无只。哎，我给人家老将个全部还，你卡明白改掉，这全世界请我当那个啥子的卡明白点。哎呀，我这放心了。喂，金总啊，昨天是接完我发电口啊，我没记起啊。这个啊，哦。那墨镜兵啊，接班人啊，那比开的。墨镜名额接班，你金总啊，那开门前哦，我是不找他们干，那这年开的哇？是不啊？我和老板为了赚钱咯，你哈？我交代你干那赚，就买那个赚。哇，我稳健时候那就漂亮啊！我问了啊，哦，蒙起在我拍点给了赔三千五啊，那就你财产保还回来。蒙起，哦，金总啊。那个电话是谁给你拍的？电话就是我拍的呀，啊，我自包加入去，还给了火机帮我把机票登来啊。真贵啊！哦，我出差的时候本来就无钱，有人在，如今做你做钱人在如何？但毕竟俺老婆啊，而且哈，你不爱火机帮我曾经拍点给俺老婆火机，你知不？我这个是来鬼溜冰，搞了拍电话鬼。你这金总啊，是当这个老人莫怪我吼，就是现在想问老姜爷走我那个鬼我碰壁。啊！我当爷走，我靠他屋听下是啊。哦。我老大。哦。你莫听明白是吧？啊。我给财务工资回不了。我就。啊！我这莫就没开得了。啊！我在卡枪呢，我在卡枪呢，我去。明天又偷了我卡车了，哎呀，我这就是山地车，可以好高档这么啊，三千五五百个啊，啊，大姐吼，你三千五五百个老家光河这卡车三千五五百个，你坎坷也无个，哎。